折好，折选的好，卖的好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大概会是记录各位一天的行程，这样，到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两点这样。然后中间的话可能会跟各位访谈一些问题。那如果各位可以的话，请多多指教帮忙，谢谢。那我接下来请我们的指导老师来跟各位说一些话。江老师。